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求今加文得速随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这中破我呢，就是分次，只有菩提伽罗的我是颠倒，就是如果我们执着是真正的这个菩提伽罗的我的话呢，那么这是那个就是颠倒，就是真理菩提伽罗呢，大家都知道人的意思，就是人我是颠倒的，执着为是人我是颠倒的意思。然后第二个问题，常我既不能解脱生死，就如果你承认一个常我的话，那就根本不能这个从这个生死当中获得解脱。然后第三个问题，不允许解脱为是有我，就是我们得到解脱的时候呢，不应该承认为是还有这个存在一种我，就是这时候也不成立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婆无我的解脱是是有，就是我们不能承认这个无我的解脱也是一种是有不坏的东西，就这一点也不能成立的，就是要这个破他的这个这样的邪执。所以下面我们将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我菩提伽罗的我是颠倒。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火管我作品，火间通两同生，火者如即为直至到废油。他这里这样讲的，这个有些呢就是观这个我是住片的，有些呢就是这个见到人类是自己呢，就是这个我所谓的我呢，就像是身体这么大，就是还有些呢就是人类这个我呢，就像是灰尘这么大。但是这些呢都不究竟的，最究竟的什么呢？就是智者道非有，就是那么佛教的这个佛教徒的智者们吧，就智者们呢，就是他就通到这个我是非有的，就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些人认为是我是那个虚空这么大，有些人认为是我是身体这么大，有些人认为呢就是我是慧情这么大，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这些都是不究竟的。最究竟的是什么呢？就真正在理智面前，这个所谓的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些教证真是这个很好啊，就是。我很惭愧，就是不能背，不然的话是，如果能背到这样的话，在一辈子当中，自己的相信当中，真正有这个智慧的保障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宗派呢，就是不承认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尤其是现在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这些人呢，他就根本没有观察过我是到底是谁，就是这方面根本没有这个观察过。有这样一个，后来我看呢，他内容的时候好像以这个笑称的，也不是非常深，但是我觉得那个题目呢，就是取得特别好，就是然后他就说是这个我在哪里，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在飞机里面吧，就是我就看那个一个什么，就是他们佛教的杂志，就是就看说是这个我在哪里，就是但确实这样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呢，就是根本没有想过，就是我在哪里，就是就根本没有观察过。然后这个学过宗派的一些宗教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外道也好，就是雷教也好，就是有些这个人呢，就是好像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观察，就是但是观察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宗派呢，就是确实是不究竟的。因此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如果寄生当中没有年纪颠倒的话呢，真的那个还是很幸福的。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其他的这个这些歪道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宗派，是遇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诲。因此呢，我想我们如果遇到了这个歪道的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歪道是非常这个新鲜的，尤其是你们那个以后呢，就是回到汉地以后，也是可能很多很多的歪道，在这样的这个歪道当中，真正能保持自己的见解的话呢，就是这一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劳动山根里面的时候，好像那个歪道的名声也是没有的。确实在这个山根里面，所有的人呢都是拿着那个粘珠和转经轮，就是然后心里呢就是有那个我的这种见解，就是都是这样的。可是在外面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就是除了这个山根那个下面，就是到了罗若以后的话呢，就是逐渐就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邪执邪道。然后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很稳固的见解的话呢，在那样的这个社会或者是那样的这种这个恶见的人流当中呢，就是根本不能保持自己的这个正见，就是因此那天那个他们那个台湾的有些法师的时候也跟我们这么讲的，就是他说是这个一切呢，就是当地的有些
搞是算是搞成大的吧，就尤其呢就是到了这个国外，就是去了好几个国家以后呢，受到各种宗教的那种影响，然后最后呢就是好像他原来的那种见解都是很难以保持，就是好像很多人呢虽然口头上都是没有说是佛教是不对的，但是他的这个见解呢不像那个以前那样，就是有很大的这个信心，看见他们的时候还是瞬间很大的这种这个恐怖，就是他们也是这么讲的。我像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有些都是已经在学院里面待了这个十几年了，我像现在这个见解基本上已经稳固了，就是这一点可能没有什么，但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学院当中待了那个几个月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几天以后呢，就是就认为这个自己已经学得很好，可是你的这个心里的这种见解呢就是还没有打好基础的话，是很容易这个受到外面的这个影响。我其他都是不怕的，就是你们这个临死之前是自己的见解能保持的话，是这个的话，那就肯定这个现在我们得过很多灌顶，就是得过很多的法，就是不管是来世这个下一辈子或者在来世当中是肯定会得到解脱的。但是最怕呢就是我们这个生这个邪见，就是对这个佛教的道理呢就是就不去学啊，或者是不继续吃这个教典，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是最大的一种担心。他这里这个也是这么讲的，就是说是那个外道的话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什么样的外道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认为这个所有的我这个菩提伽罗呢就是存在就这种说法呢就实际上是一种颠倒的，就是不符合实际道理的。如果有我的话呢，就是你应该那个就是要这个自作是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我呢，但是这个外道的话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第一是什么？第一个月种子了，跟那没得南极沙，他的等种就是众人当中是有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沙味的一些这个差别吧，就是我就原文背不下来，但是他的一种沙味的这种差别呢，就是外道的这个各种宗派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就是因为那个外道的话呢，就是他有稍微有点不同，因为他们很多就承认我的时候有稍微不同的，就是第一个他的第一个种子了，跟没得南极等的他的等种对这个。外道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样的这个见解吧，就是因为主要是这个苏龙外道和僧人外道，然后呢就是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也出现就是种种的这个说法，所以在这里面呢也是这么样的，就是他对这个所谓的我呢，就是也大多数的人对我从来没有这个研究过，但是这个外道这个宗教的话呢，就是他们对我有一些这个研究，但研究呢就是都是不究竟的。怎么不究竟呢？他们这个苏龙外道和僧人外道的话呢，他们都认为是我是这个恒常不变的东西，然后我呢就是就像这个虚空一样，这个诸遍于一切，就是他是怎样这样的，怀观我诸遍，就是他们这个苏龙外道和僧人外道呢都承认是我世上有的东西，但是这个我呢就像是虚空一样，就是偏于每一个众生，偏于每一个世界，就是这样承认的。那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前面已经破了。就是还有一种这个外道的话呢，就像是这个罗新外道，就是他们说的是离间制吧，就是离间制这个宗派为主的，然后罗新外道就是他们的话呢，他们说是这个简两通神，就是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呢就像是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么大，比如说是我是一个蚂蚁的话呢，我的我执呢就是就像蚂蚁这么大，如果是个大象的话呢，就是我的我执呢就像是大象那么大，就是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如果大人的话呢，我的我执呢就是大人那么的大，就是又是这样。他们说是这个我的这种心呢就像是身体一样，就是所以呢就是我有大小的，就是他那个苏龙来到呢，就是不是那个苏龙来到罗新来到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宗派，就是这是那个就刚才那个就是两通僧吧，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活之如为称如即为那么就是还有一种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这是那个堪布尔上的宗派这个江阴里面说是那个无人派，就是人是安忍的人，那个无人派的这个外道这个无人派的外道的话呢，就是他们就是这样承认的。他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没有怎么大，就是我呢就是像非常这个细的，就是就像是这个微尘一样的这个呢就是昨天跟那个横面的利益它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我呢就说是也跟这里是也有点这个不同吧，就是他们呢就是说是这个围城一样，就是这么大的，就是这种说法呢就完全都是不究竟的。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观察的话呢，就是就你看苏龙来到和僧人来到呢，就是前面已经破完了，就是不用这个破了。然后呢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下面的这个
这个罗姓来到吧，就罗姓来到的这种说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我有这个大小的话呢，就是我都已经变成了这个有色了，就是有颜色和有性状了，就是因为这个你这个身体的大小呢，就是跟着那个我也是有这样的大小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我都已经变成了这个形象了，就是这是对方也是不承认的。然后前面说我是这个微尘一样的话呢，就这种说法呢也没有任何道理，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就是并不是这个像那个微尘那样这个很细微的这种色法呢，这个抉择的，就是所以所谓的这个我执的话呢，那这种这个说法是肯定不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智者吧，就是智者呢，就在这里面讲是舞蹈的这个通达了一切诸法本性的这些智者们，就是智者们呢，就像是这个高僧大德或者是佛陀的这个就是和这个随顺那个佛陀的这些这个大智者们。那么大智者们的话呢，他们所是在名言当中是这个有一种这个依靠这个无语呢，有一种驾理的我，但是真正在理者面前，就是真正在中观的理者面前呢，这样的这个我也是不成你的啊，就不成你的，就是非有的。因此认为呢，就是这个我呢，就是这个非有的啊，就是这个不存在的，就是无我的啊，就这样的啊。所以那个月称呢，是他的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因为我呢，就是在究竟的意义上面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就是照见一切诸法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眼，也是没有照到真正的这个实有的菩提迦卢我，就是这个月称呢是的这个大讲义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如果我有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佛陀就是能见得到的，但是呢，就是照见一切万法的本性的这个佛陀的智慧也是没有能见到真实实有的这个菩提迦勒的我，就是因此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我呢，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不是呢，在我们那个如菩萨行论当中也是有吧，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若为不能出无我虚无我最胜就是在智慧品还是这个哪个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外面的就是各种这个邪执邪见的话是你所不能破的话呢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不能破的呢，就是你要这个修无我的话是最殊胜的呢，就是所以说那个智慧品当中好像那个有很多那个殊胜的教验，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智慧品呢，就是以前讲过的这些道理的话希望呢就是也不要这个认了，不然的话是有些这个佛法方面的东西是这样的，本来我们的习气非常严重，那么经常呢就是没有跟这个自己的相续对照的话呢，就是很容易忘事，就是很容易呢就是不知跟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脱离，就是因此呢就是那天那个智慧品当中，好像是智慧品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因此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我呢，就是在佛教当中是非常殊胜的意思。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就是还就是这样的一个还有一种推理的话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肯定是不成立的。为什么是不成立呢？因为以这个事实量面前不成立的就是以这个事实力吧，就是以这个事实力的话就是无不多一句，对事实力面前，如果真正的所谓的我是存在的话，倒是那么我们的这个鼻梁呢就是可以这个成立的，但是真正的这个鼻梁的事实力面前呢，所谓的我是就是根本找得到的，就是因此说呢，就这一点也是不能这个成立的。因为我们在那个佛教科学论里面也稍微就是提了，我就引用了一个这个大波斯的那个矫正吧，就是也所谓这个，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对我就根本没有判断，但是真正是我这个如果是存在的话，那是那么这些大博士和大这些什么这个硕士们呢，就是也应该就是了解的，就是这个佛陀和这个大智者们呢，就是也应该就是知道是我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就是都不没有这个得到。因此这个智者们就是佛陀的这个随顺在的那种智者们的话呢，就是根本不承认是我是这个是有存在的。这个意思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常我即不能解脱生死。他这里讲常法可常法不可恼非可恼无恼宁解脱，是故即我常真解脱非离，就是他这里说如果是常法的话呢，就是他不可能这个有损恼损害的。然后这个因为无恼的这个缘故呢，就是他怎么回事得解脱呢？就是宁解脱，因为他那个从来都是出现的是没有这个烦恼的痛苦的话，是怎么回事从中得解脱？所以说呢就是你要执着这个常有的我呢始终是不合理的。你执着常有的我的话呢，那就他这个所谓的解脱呢，就是真解脱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就不可能成立的意思。
的，不管是你是那个什么宗派，就是是那个这个外教也好，就是这个佛教徒也好，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你千万不能承认为是常有不变的我。如果你承认常有不变的我的话呢，那就他也不能这个转轮回，也不能就是最后得解盘，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过失。有什么过失呢？他首先说是常法，就是常有的这个，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他不可能这个损恼，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恒常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个沉溺在轮回当中，受各种生死啊，或者是这个生老死病的这些痛苦和或者是被这个这个这样的苦恼呢，就是实在是不合理的。因为是常有的话呢，原来就是没有这个生老的时候的本性呢，就是任何就是从来都是不能有任何变化，就是因此呢，就是不可能有这个任何这个苦恼，还是任何这个损恼。如果他没有这个苦恼吧，就在轮回当中出现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束缚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就是您通通呢就是获得解脱。比如说我们世界上的一个人呢，从来没有这个关在监狱当中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不可能是在监狱当中释放的这种这个过程，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双有的话呢，就是出现是不会有这个生老的。如果没有生老的话呢，就是从中获得解脱呢，就是也不可能是有的。因此说呢，就实骨，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前往不能这个承认呢，就是有上有的我。如果你承认这个上有的我的话呢，那么这个最后呢，就是也不能这个解脱，这个也不能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所以这样的这种道理呢，就是非常成立的。那么这里是有一个疑问的，如果是上有的我是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我是本来的是没有的，我本来没有的话呢，那你们中观派也是这个所谓的解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本来是没有的缘故吧。就是如果对方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在这个本心当中呢，就是我们也承认是我是本来的是没有的，可是在这个迷乱现象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和所谓的这种烦恼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因此呢，在现象上面呢，将就是我们要依靠这个人我和法我的对峙，最后呢，就是从中这个轮回的这种苦恼当中获得解脱。就是这是在迷眼当中为身家观察的这个情况下呢，就这一点是就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你看呢，我们某种的这种痛苦的话呢，本来都是没有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迷乱的现象当中是还是他有这个他的解脱，他有他的痛苦，就是因此这个道理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相合的。因此中观派的话呢，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这个国事，就是也没有这个任何国事。是应该这样承认的。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不允许解脱为是以我，就是不应该承认在活到解脱来的时候还存在一个我，就是这一点是肯定不能承认的嘛。下面这个宗旨当中说，我若是有性呢，不应是我，顶止正视着取解脱应许。他说我如果这个我是一个事有的本性吧，那么我是一个事有的本性的话呢，你不应该这个思维我是没有的就因为我如果真正是在实际性这个实际本性当中是它是这个存在的，就是真正这个符合一切万法的本性的我是存在的话呢，那么你不应该这个思维是我是那个没有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已经这个这种思维方法已经成了颠倒念了就是因为本来我是存在的，然后我反而就是绝对是没有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对的。你看我的前面是瓶子本来有的，然后我这个反而这个思维呢这个瓶子是没有就这样想的话，这肯定是一种颠倒念，但是不像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是我呢就真正是不存在的意思顶止正是在，如果你真正是我是本来存在的话呢，那最后的这个顶止就是已经这个决定性的了止呢诸法本性的这个大圣者们，大圣者们的这种这个获得的他这个趋向的解脱，获得的涅槃，获得的涅槃的话呢，也应该成了一种这个虚妄，就是因为就是最后呢就是已经完全的证到了这个无我的这种本性如果是我是在实际的这个法的思想当中是存在的话呢，那么大智者们所证悟的这个涅槃呢，就是也已经成了这个虚妄的了。但是这一点是谁都不敢承认吧？就释迦牟尼佛所证到的这个涅槃呢，就是是这个虚，就是虚妄的，就是是不合理的。然后我们众生呢，就是见到的这个所有的无我呢，就是是存在的，就是我的智慧是这个合理的，佛陀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不合理的话，是那这是我们世界上的很多愚笨的人，就是除了那个不承认佛陀以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都是不会这个承认释迦牟尼佛最后证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人我和法我呢，就是是真实
是不续的，就是这是在密院当中来说正是非常合理的。然后我们众生呢，就是这个颠倒念，就是受执着的这个我呢，就是是一种这个颠倒念，就是我们很多人是应该这样承认的，应该这样承认的啊。否则的话呢，你如果承认是我真正在街头时候的是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佛陀和诸佛菩萨高僧大德们最后得到成就的时候，他的我呢就是没有照到，就是他们就是任何一个念头当中都没有说是我是存在的，就是因此说呢，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境界是已经颠倒念呢，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因此我们在这个道理当中呢，就是也应该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在调整或者是逆整面前，就是它是靠不住的，就是所以是吧，我们这个从自古以来到现在在人类历史上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大智者们，但是大智者们的这种论点当中有没有一个先说是有的这个我呢，就是这是没有的，就是所以呢我看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方面可能这个连一点这个怀疑都是没有吧，就是好像我是真正是存在的，佛教说的是不对啊，就是我还是存在的，我是所有的东西啊，就这一点可能谁的这个就是翻不过，就是谁的就是不可能是有这种这个怀疑的。如果有一些怀疑的话，说我们通过这个什么就中观的这种推理来这个解决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就是他这个破他的这样的这种我执呢，就是非常容易。因此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就如果真正是由我存在的话呢，就是哪就不应该这个思维是我就是因为我是这个符合这个世界道理的，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各种方法来就是对这个真我认我和法我的方法呢，有时候是我们通过这个教你的方式来就是继续抉择以后呢，就最后的自己是确确实实实实在是照不到，就是我是真的是不存在，也会就是升起这样的境界。有时候呢按照这个大圆满的这种这个修持，就是以安住的方式来就是然后观自己性的本性，就是所谓的我和所谓的心呢，就是从这个何从来，就是诸于何处，最后呢就是去于何处，用这种方法来观察的话，所谓的我也是得不到。但无论什么你是这个安住或者是寻找的方式呢，就是最后的这个结论呢，就是都是一样的。因此呢我们这个应该对这个无我的这个见解上还是打好一个基础是非常重要。这是第四个问题。无我的解脱是是有就是讲这个道理。因为前面我们破的时候，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不应该承认这个解脱的时候，在这个解脱来当中也不应该承认是有的我，就前面讲这个道理。现在呢说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我的这种解脱者，无我的这种解脱存在或者是解脱是有的话是不合理的。他这个你们那个科判吧，就是科判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理解，不然的话可能下面的这个内容都有时候不好动，就是这个下面呢就是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或者对方呢就是这样认为。首先就是说对方的观点吧。对方呢就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如果是我这个存在，就在街头的时候也是我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在街头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随着这个我之而这个存在，或者呢就是这个涅槃是这个不是有的，就是涅槃是这个虚妄的，就是有很多的过失，就是所以他们对方呢就是害怕这个过失就是他们这个说是如果在街头来的时候是有真实的这种我存在的话呢，就是害怕有这个很多的过失，就是这样呢就是升起那个部位。然后呢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虽然在街头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我，就是真正的这种我是没有的，但是在街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室友的这种街头或者是街头造成的。他这个街头街的这里面呢就是跟那个康波阿琼的那个讲义有所不同，就是康波阿琼的讲义里面就是他对方的这个观点呢是这样的，他说是街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是不存在的，就本来我是不存在嘛，但是呢就是街头这是存在就是好像那个解脱或者是解脱者呢就是存在，就是他对方是这样承认。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可能这样好一点，不然本来这个松子也不好动。他那个加斯杰的是这样是这样讲的，就是虽然认为虽然我但解脱的我是有，就是但是后面的这个解脱的我是有呢，就是可能是不知道他三文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实际上是解脱者是有，因为他前面是说是我不存在嘛，然后我是没有的，但是解脱的这个解脱者呢就是存在，就是解脱者呢就是是有的，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那么这种说法的话呢，就是解脱的这种解脱者吧，就是就我因为我如果承认的话，那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什么就是我若是有心不应是我，就是就前面不是讲的这个过失吧，就是如果我真正有的
的话呢，你不应该视为是我的，就是就昨天我们刚刚已经降了，就所以他们对方呢有点害怕，就是不敢承认是我。但是那个如果结头没有的话呢，好像是已经断灭了，就是他是也这样的认为。因此呢，就是他说是真正的我是不存在，但是结头这呢就是存在，就是我们就这样解释吧，可能这样好懂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下面就是开始破他的观点，就是宋词当中啊，就是说那个若解脱是解脱是有，前也因非我，无杂事所见所比未真实未真心。他真的说那个如果接头的时候呢，就是不是刚才他们对方说是那个有接头者是存在吗？那么如果这个你在接头的时候是接头者，或者是这个接头的这种它的本体是存在的话呢，那么前也应非有应非无，那么在他没有接头之前的话呢，就是也应该不是非有非无的，就是应该有的，也就是因为两个否定词加在一起的话已经成了肯定词吧。就这样的话呢，他说是在这个没有接头以前呢，就是也应该有，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接头在呢，就是也应该有。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接头在是应该有呢？因为他跟你讲无杂事所见所比为真心，因为他最后接头的时候呢，就是他见到的这个是无杂啊，可以说是无有任何夹杂，就是没有任何掺杂的，就是真正的这种真见。那么真正的这种真见面前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呢，我们应该说是他是这个见真心呐、啊。这个种子可能比较难懂一点，就是你们那个一些种子那个。正见论是的，有些种子呢就是特别好懂，就是有些种子呢就比较就是难懂，然后这个难懂的有些种子呢，就是你们应该好好的专注，就是好懂的这个种子的时候顺便就是看一看书就没问题了。那个解脱的我是没有的，但是解脱这是存在的。他为什么是他们对方是这样讲呢？因为他们认为是如果真正承认我的话呢，就是也不能这个成立的。但是没有一个解脱这的话呢，好像是因为解脱的时候是真正的我可能是没有的，因为我这全部都没有了。但是这个解脱这是没有存在的话呢，就是好像不行。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也有这样的怀疑吧，比如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真正的解脱的时候的这个我这都是没有的，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解脱这，就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有吧，就是他是涅槃，就是涅槃者，就是这个涅槃者是应该有吧，就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就对方呢，就是但是他们的这个认为和我们的这个说法是不同的。他们呢还把这个解脱呢，就是称为是一种实有的，就是解脱为的时候，解脱者呢就称为是实有的。所谓的这种实有呢，你们这个听如中论和经界报道论的时候也是讲了很多的。所以这里面的这种实有呢，并不是在泥眼两面前所成立的，而是在这个这个神印地的这个神印两面前也是不堪忍的，就这种那个法就叫做是实有的，就是所以这样的这种实有呢，就是在这些个解脱才是根本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就是下面就不是说是若解脱是有，前也因非有，就如果你的这个解脱在呢，就是在解脱的时候也是实际上是它是这个存在的，就是实有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前世真理智这个还没有得到解脱的时候，就它存立在轮回当中，轮回中的时候呢，那么你在那个轮回中的时候，这样的这个解脱在呢，就是应该是有的啊，就是应该是有的。为什么应该有呢？因为那个最后呢，就是你在这个得到解脱的时候是无障而见到这个一切诸法的本性嘛，就是一切诸法的就见到一切诸法，就是也可以说是无有任何阻秒的，就是如你如实的见到诸法本性的时候呢，你就不是在这样的这种智慧面前也是获得一个真实的这个解脱者。那么这样的这种解脱者呢，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当中，就是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是也应该呢，就是在这个为解脱为的时候呢，也应该是存在的。如果真正是这个解脱者也是存在的，然后你们这个承认是它是实有的话呢，那这个实有的东西呢，就是不能有变化的，就是如果有变化的话呢，就是那就无实的法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如果是我们中观派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过失。为什么没有过失呢？因为那个在这个如幻如梦当中呢，这个解脱者也是有，非解脱者也是实有的。然后真正这个实相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他都得不到的。然后在没有这个观察的情况之下，就是在这个迷乱现象当中的话呢，就是还没有得到解脱的时候，就会具有障碍的人。然后最后获得解脱的时候，远离一切障碍的这种这个智慧尊者，就是这是可以这个有的。就是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根本不相符。就是我们对整个万事万物从来没有承认有个实有的法。然后你们呢，就是在这个解脱的时候也是承认一种实有的法。既然
全是有的话呢，那这个接头的时候是有的，然而是就是这个未接头的时候是就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呢就是肯定是不对的。如果您说是未接头的时候也是有的话呢，那就已经对了，就是你这个接头者呢就是在未接头的时候都已经存在的话呢，那么所有的众生都已经就是得接头了，因为未接头的时候都是这个接头者已经存在的缘故，就是以这样来说的话呢，那对方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可以这样破吧，就可能你们动了吧，就是我已经动了，就是我首先看的时候有点不好动，但是不知道是这个你们动了没有，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可能是这样。第三个问题吧，就是下面讲那个第三个问题，婆虚无我有端灭果，就是婆那个虚无我的话呢，就是有些人呢就认为好像无我不能承认，不然的话无我承认的话就可能会不会堕入那个端灭的这个变，就是也有这样的想法，这种这个说法呢也不合理的，就是就我们就复他的观点，就是分四个问题，无我并没有住行刹那断灭之过失，如果我们承认无我的话呢，根本没有什么这个诸法断灭的过失，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过失，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有我也不应为扭转幻灭的因，就是如果这个有我，就是你承认一个我的话呢，就是他也不能这个承认为或者是这个解脱或者是这个轮回的因啊，就是这个我呢不是这个解脱或者是这个毁灭轮回的因，就是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人生所生的法为是无常，就是凡是人生所生的所有的话全部是无常，你是密言中你断肠之规则，就是简单的这个说明呢，在密言当中也是远离一切断变和常变的道理，就是密言当中也是这个离一切变的意思，就是常和断的变都没有了，密言当中也没有了。今天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分四个问题里面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也已经讲了，就是这个我呢就是虽然是没有的，但是我没有的话是会不会我们堕入这个断灭的变呢，就是不会的，就是下面这个对方呢是这样讲的，如果一切万法呢就是全部是无常，全部是无常的话呢，那么这些万法呢就是一刹那就毁灭了，就是刹那间刹那间就没有了，那么刹那间没有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前一刹那呢就是马上断灭了，马上断灭的缘故，是不是就我们这个全部都堕入那个断灭的变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怀疑，就是下面呢我们就回答他，就是根本不会，你就不用担心，就是你就承认万法无常的话，但是你就不用担心一切都断灭了，就是不用怕了，你稍微动一点那个中观的道理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断灭也是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呢，那这个如果所有的这个什么无常的话就断灭的话，那就很好，大家这个早上吃饭的时候也是无常的，就是我这个一切都是真无空性呢，就是很方便的，但是呢下面就是说那个就圣贤人士告诉我们，如无常即短金和幽草等，此理若真是迎接无语池，这都好动，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万法无常吧，就是一刹那间这个毁灭的这个无常，如果你们对同所说的那样，就是因为万法无常的原因呢，就是称了断灭，那么称了断灭的话呢，为什么是从这个自古以来到这个现在呢，就是有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这个草木啊山河啊大地当当，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万物的这个来经和雷性所说的这些法，那么这些呢就是为什么存在，因为全部已经断灭了嘛，就是这些是无常的缘故，就是这样讲的。此理若真是，如果这个无常是断灭，就是无常是断灭的这个道理呢，如果是真实的话呢，应解无语车，那么所有的众生的时候都不应该有这个意思了，因为无常也一切也实际上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这个无常法呢，就是如果你承认那个众生呢就是没有这个语池，语池已经断灭了的话，都拿得很好的，就是全部是称那就是大智者了，就是不会这个靠自己的这个什么，就是用棒棒来，就是不用靠自己的头，哎呀我现在背不下去，就是怎么办呢，就是然后不用这个大自己了，就是全部这个语池已经断灭了嘛，语池断灭的话呢，就是都已经活到了这个圣者的果位了，这是你所这个光所呢，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时候说光一点，就是比较难懂一点的时候你就是说一点好不好，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刚才讲半天也可以。
对头呢就是这样讲的，因为他对头呢就是说是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吧，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无常的话呢，他那个一个任何一个饭呢，第二次擦拉间他是不会住的，然后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堕入断灭呢？因为第二次擦拉的时候是没有嘛，就是没有的话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堕入断别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怀疑，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认为，如果这个万法无常的道理呢，就是都这个堕入这个断灭的边，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肯定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从那个就是最初的这个无始以来到这个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这个很多这个稀稀多多的这个法是存在的，比如说是这个山河大地啊，或者房屋住木啊，当当，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法是存在。那么这些每一个法呢，就是是不是无常的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是这个都是无常的。那么如果你们对方所承认那样的无常的缘故都是断灭的话呢，那么这个现在世界上的这些顽固的法呢，就是都不应该这个现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常的缘故，无常呢，你对方的是承认是它是断灭的缘故。如果这个草木等一切万法是已经断灭了的话呢，那这个现在的是不应该这个现现。但是呢，你就不敢这样承认吧？就是还是这个存在的，就是我们在住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这个看将万念的这个很多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这些法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无常，但是无常并不断灭的。如果断灭的话，这些都是不应该见得到的。可是呢，在这个贤良面前的话呢，就这些也是是让成你的，就是你不敢承认是这个无常的缘故，并不是灭尽了一切诸法啊，就是一切诸法。假设说是如果你做的这种道理是真实的话啊，你说是无常呢，就是断灭，就是那么这个是真实的话呢，那么众生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这个也可以说是愚痴吧。愚痴呢，就是也是不是无常，就是先问你。如果你说是这个愚痴呢真实无常的话呢，那么这个愚痴也已经断灭了，因为你他这个因呢，就你自己的已经承认了，就这是一命当中的一种推理方式，大家都可能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承认了，就是无常的缘故就是断灭嘛。如果无常的缘故是断灭的话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愚痴是不是无常？就是那么对方不对不说是无常，如果是无常的话呢，那一切已经断灭了，以一次为主的还有这个成形啊，成形啊，以及呢就是自相续当中的同苦暗的荡荡，所有的这些分别人呢全部这个就没有了，就全部都已经断灭了。如果断灭了这些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烦恼呢，那不是众生都已经获得福果了吗？就是很这个简单的。但是你这一件事敢不敢承认呢？肯定不敢承认的。就是虽然是这个愚痴呢是这个无常的，但是呢就是他也是灭不了的，就是在念当中的话呢，他的相续是还是不断这个存在的。因此说呢，你们对方就是正因为是无常的缘故，不要承认为是断灭。就如果你承认这样的话呢，有很多的过失啊，所以我们经常辩论是很难解的。有些人可能会是有这种怀疑啊，因为对中高层面没有文字，很多的人呢，就是所以的这个灭法的话呢，就是一种断灭啊，是灭法的话，断灭的话，那么这个一切诸法第二层外界是不足的，就是它的相续是一定会是灭的。如果不灭的话呢，就它就变成上缘了。那这样的话，是这个法是不是已经堕入断灭？这个法呢，是不是已经断灭了？就是也这样想的。但是这个呢，就是在念当中是没有观察的一种缘故，就真不能承认的意思。入了这个窝的话呢，它可以这个转在轮回当中，也可以最后都说获得这个幻灭，或者是获得这个解脱，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但是这种想法呢，就是也是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下面就是说，舍有所知我，显见色等行，唯从缘他缘神，从他缘助你。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如果真正指的是有的我存在，但是我存在的话呢，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切玩法的意义，就是这样承认的。但你这样这个不应该去承认的。为什么不应该承认呢？舍是这个与我者，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所执着的这个你们这个所承认的，或者是我呢，就是真实存在。但是真实存在的话呢，他们呢就是每一个法他自己的这个前生的这种因缘呢，都会是他的因，然后呢就是产生那个很好的这些果，就是所以说呢就根本不是那个玩法的因。他说舍有所执我，就是假设说是有老子的这样的这个我，但是呢他并不是玩法的因。玩法的因是什么呢？显见色等性，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是显见的这些这个色身相位心等等，就是真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些法吧。那么这些法呢，唯从他缘生，就是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法的话呢，全部是这个依靠他自己的这个其他的一种因缘来产生的，并不是由我来这个产生的啊，就是从他缘住你，就是整个这个中间住的是也是依靠这个他缘来这个安住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然后最后呢，毁灭的时候呢，也实际上是依靠这个其他的一种外缘来就是毁灭的，并不是这个好像因为有了我的原因呢，就是他首先是生长，然后有了我的原因中间这个停留，最后呢以我的原因呢，就是最后就是灭尽，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因此你们所谓的这个我呢，就像跟那个黑色也这个模板一样的，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就没有任何关系的意思，就是这是我说的泥塑。这个光塑呢，就是跟前面的这个色油、树脂物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歪道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动态的话，是他承认这个是有的物。我们有些人也是真正是这样认为的吧？如果我不存在的话，那好像是解脱色也是不可能的，就因为有了我的原因呢，这个所以有了解脱，有了这个不解脱的这种这个概念。不然的话，是我都不存在的话，是怎么会是这样成立呢？有些可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就是曾经人是看你的毛病，就是这种宣化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真正的这种实有的我存在的原因呢，那么这个现象的我执和现象的解脱呢，并不是这样的。不过是我们正是迷恋现象的时候呢，还没有真正到这个它的这个原来的这种本性当中。如果到本性的时候呢，迷恋现象全部消业拔尽了，这并不是有我和无我的一种这个问题，就是应该这个就是迷恋的一种问题，就是在这个当中是有这样的。所以加斯所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我执吧，就是我执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万法的因呢，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不对呢？先见色等性，就是我们这个先见的这个完年的，比如说这个色等一切诸法吧，就完年的整个万物呢，就是还是全部是依靠一种它的这个太阳而产生的。怎么会太阳产生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见的那个色法，就是看见的这个任何一个色法里面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依靠月亮和这个水晶的话呢，就是出现那个水，然后是依靠太阳和火晶的话呢，就是出现那个就是这个火，还有呢就是依靠这个种子的话呢，就是出现这个它的这个果实，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在这个烛台当中的，就是像那个明炉啊等等，就是有七种这个胎位吧，就是七种这个胎位的这种浅浅的因呢，就是产生后面的眼根、鼻根、耳根当当，就是人的这种身体呢逐渐会形成的。因此呢，就是在外面的这些万法的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依靠它自己浅浅的这个各种因缘，就是地水火风居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种。就是种子开始发芽，就是春天的这个开花，这个结果也是这样这个产生的。所以首先它的产生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根本没有一个以我来这个产生的，就是如果以我来产生的话，但是这个外面的这个任何一个法也是可以怎么讲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内心当中的任何一个，比如说烦恼啊，就是贪心嗔心当的话呢，都有一种因缘而产生的。你生气贪心的话呢，就是不近作意是不合理的作意和还有那个来近这个因缘的聚合，然后生气嗔恨心呢，就是也是自己的这种不合理的作业和还有那个外面的敌人永远居住的时候升起这个嗔恨心的。因此呢，就是不管是雷法或者是外法呢，就是没有一个我，就是全部是他依靠他的这个太阳而产生的，就是这个是首先这个产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中间在安住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后来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熄灭的话呢，依靠它的因缘呢，就是依靠它的因缘，就是它的这个木材存在的时候呢，它的火也不熄灭的。然后是这个发动机存在的时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点也是不熄灭的，就是这也是它存在的时候，并不是说有了我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点不灭，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圆平的这个点呢，就是有圆平的我执，就是然后就是才出现这个点不灭呢，也不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它灭尽的时候呢，比如说木材没有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有了这个我灭的原因呢，就是然后这个外境没有，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因此呢。就是所有的万法呢，就是依靠它的这个因缘，就是产生因缘来这个停止，因因安住，然后因缘呢就是最后毁灭的。因此呢，我们如果这个说一个我的话呢，就是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呢，就是再说是如果你承认有个常有的我和无常的我，就是从两个方面观察的话，这也不合理的。还有呢，就是这些因缘跟你的这个我呢，就是是同时或者非同时的观察方式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因此说呢，就是这个从此当中所说一切万法呢，就是应该是因缘而产生的，就是并不是你们这个所想的那样，就是以这个我来这个产生的。如果以我来产生的话，是那个堪布阿聪的建议当中也是这么讲的，说是一方面是用世间量呢，就是也这个不成立的。你看世界上的人们都说是那个万事万物呢，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因缘而产生的，从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是这个是我这个产生的吧，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瓶子柱子啊，或者是我的这个粘珠钻金的这些呢，就是依靠他的这个因缘而产生的，并不是我这个创造这些的，就是我这个产生这些的，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呢，这个世界上的一般的这个一切，就是像那个山上放牦牛的这个累累老乡呢，也不会承认的。人之所生的法是为时无常啊，就是讲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人生所生，就是人生呢，就指的是因；然后这个所生呢，就指的是果。凡是因果所生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是无常的。这样有产生的话呢，那肯定是这个无常的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下面就是宗旨当中是这样讲的：如缘成雅等，缘成中等神，故无常诸法皆无常所起。就这个也比较好懂，就是说是那个一切万法呢，就是并不是就他说是这个如因缘这个形成以后呢，就是雅等这个就是苗雅等等就是这些法吧。那么这些法呢，就是从这个因缘形成的宗旨当中这个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是人和无常的法呢，就是全部是无常的法而产生的。就是现在我们看
见的这些无常的话呢，全部是他这个前面的无常的因而产生的，并没有一个这个常有的东西就作为是他的因，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意思。想到我们那个做这个光说吧，就是做光说的话呢，也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在这个不管是在任何这个一个地方，或者是在任何时候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在任何一个有为的这些法，那么有为的这些法的话呢，就是全部不离开这个因缘啊，就是不离开这个因缘。什么这个缘和建筑物无因再不见缘是吧，就是那个如菩萨心论当中好像在智慧品里面吧，就是缘和建筑物这个无因再不见，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见到的一切万法的话是全部这个因缘汇合而这个产生的，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因缘的话呢，那就根本见不到任何一个法，缘和建筑物无因再不见，是这样，这个如菩萨心论是智慧，应该是智慧品吧，就是意思就是说是那个因缘汇合的这些法呢，我们现在这个所见到的这些万事万物的话呢，全部是那个因缘汇合而这个现在的，因此呢就是我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话，大家都看着那个就天板和柱子，就是他就思维吧，就是他是不是这个柱子是无常的，是不是他是这个因缘而这个现象的，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世间上的那个存天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分起来的这些这个苗芽吧，就是那么还有呢就是秋天的就是各种那个开花结果的一些这个树木上的这些果实，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相信观察它的因缘，观察它的因缘的话呢，它的这个因缘呢一定是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个各种这个种子这个生起来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种子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产生的，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肥硬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产生的，然后是无因当中会不会产生呢，就是也不这个产生的，所以呢就是一切缘起合合的这个外面的这些静闻的话呢，全部是一种那个就种子而这个产生的，就是所以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缘起当中的外面的这个精根树等一切这个外面的过失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是凡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属于这个无常的这个法呢，全部是它的这个因缘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个如这个虚幻般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聚合以后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产生那个产生以后呢，然后它的因缘就是已经推迟的时候呢，就是它就这个毁灭，如果它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还是在不断的这个它的相续是在世间当中是这个现象的，因此世间上的一切诸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因缘产生的话呢，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讲的深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它呢就是因缘的这种这个回合或者是因缘的产生呢，就是可以叫做是缘起空性，缘起这个空性，缘起产生，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名字，但是呢就总而言之我们知道是这个万事万物的这种无常的法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因缘而产生的，就是要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是万法是真实为这个上就是没有这个上有的就是尤其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可能这个身体无常的这种意念呢，就是也很容易的。我前一段时间这个给你们提那个出题吧，就是出题的时候不是如菩萨心论当中给你们这个出了两个，一个是智慧品里面，一个是就是前面的这个一个问题。但是前面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相信你们肯定这个看完了以后还就是翻一翻那个讲义，然后就是肯定就是好好的看。就是可是你们讲完了以后就写的时候也是好像随随便便写的，就是随随便便写的。然后后来呢就看完了以后呢，就是到底是这个讲义当中是这么说的。没有犯绝对是就是第四个问题呢，名言当中也说远离这个常和断的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就是一般他的那个首先是这个他的年轻人是这样可以写吧，就是或者是如果一些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常有或者是断这个断变，就是堕入断变，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下面的可能宗旨是有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比喻是应该这样讲的。有些人认为呢，就是好像他的这个长剑和短剑呢，就像是这个就是金刚雷声，就是金刚雷电一样的，就是谁都可以能体会，就是他认为是一切都是短剑的，一切都是这个常有的，一切都是断这个断灭的，就是他认为是他的这个观点呢，就像是那个金刚雷电一样的，就金刚雷电的时候能摧毁很多的这种这个善物吧，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种呢，有智慧者的人呢，就是用他的这个智慧里的缘起，就是这个缘起空性的智慧吧，缘起空性的智慧的注意呢，就是可以
制止他的这个金刚雷电。因为那个下冰雹的时候呢，就如果一些大雨加湿呢，就是马上念一个咒语的话呢，就是这个雷声就没有了，就是这个下冰雹的事情呢，马上就灭尽了，马上就解决了。同样的道理，就尤其是认为是这个长江断桥呢，就是很有道理的话呢，一般我们佛教的这个大智者们呢，就是通过这个缘起空性的这种迷阻呢，就是可以能制止它的关键，就是相当是讲这个道理。依法从缘生，故体二无短；依法从缘灭，故体也非常。就这个好背吧，就是你们背诵的这个遇到一比较艰难的，是很高兴。我背诵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因为呢，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所以这个它的本体呢，就是并不是没有的，就是并不是堕入这个断点的，就是无短，就是没有这个堕入断的点。然后因为呢，一切诸法呢，从这个因缘而灭的，就是它的因缘没有的时候呢，就它已经灭了，因此它的本体呢，就是也并不是常有的，就是如果是常有的话呢，就是永远都不会灭的。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下面这个做光说的话呢，整个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诸法呢，都是这个因缘而生的。因为佛教当中的这个缘起空性和因缘这个产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论，就是然后。他说的一切诸法呢，因为他各种这个前面的这个，比如说是种子的话呢，就是他还这个地色火风当，就是一切这个其他的这个来源。那么这些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他能这个产生的，他能产生的缘故呢，他并不是堕入这个断的边。如果堕入断的边的话，这些怎么因缘具足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产生的。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呢，就是这个因缘产生呢，就根本没有这个堕入断的果实，就这是一个。然而，因为尤其这个因缘种子就是不聚合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种子呢遇到一些火啊，到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它就自然就是不会产生这个它的过，就是它的因缘这个推迟的时候呢，它的过也就是没有的，因此呢，就是它并不是常有的。如果是常有的话呢，那么因缘这个就毁灭的时候也是它的这个过还是不会推迟的。可是呢，就是万法就并不是这样的，因此中论当中也是这么上的，就是说是那个如一切诸法呢，就是因缘而产生的。那么这就是这个无自性，就是无自性的原因吧，就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自性的原因呢，就是一切诸法都是因缘而产生的。如果有自性的话呢，那就不可能这个产生的。因为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镜子里面呢，就是无有自性的原因呢，就是可以显现影响。如果有自性的话呢，这个影响肯定这个现不出来。万法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明眼当中来说呢，就是它有这个产生的缘故，不是堕入边，堕入断灭。因为有这个断灭的缘故呢，就是不是堕入长边，就是这样讲的。还有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的论当里面来说是，我想想上一样在这了，当东文明在这讲东半夜，经常注意他人走进南参僧斋，都不能久了。就说是那个显现呢，就是。就断出这个唱的变，就是然后空性呢，就是断出这个断的变，就是如果动到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不会被那个一些恶见就是所堕，就是也可以大概是这样讲的吧，就是。因此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中观这个因尘盘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明眼当中这个多出这个端出那个多边和这个长边和断边的这个说法。然后这个生意当中的话呢，就也是这样的，它的显现不明的缘故呢，就是不是多入断边，然后是自性空性的缘故呢，就是不是多入这个长边，就是用从这方面的话呢，也可以这样这个理解。这个中观的这个第十视频呢已经讲完了，现在从明天开始呢是一品。Sunday, Tansa, Rubai, Tana, Nide, Jama, N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olen, Jola, Jola, Sha. Moho, Bandarangere, Badna, Azador, Moho, Bandarangere, Badna, Azador.